论智商，您表哥先选。算你识货。这个红肉难道是红烧肉？我还是喜欢吃卤。这个骨肉，它是骨肉鸡吧？我不吃你这套。这个韭菜肉，韭菜，难道是下韭菜？我就选这个。下酒菜。哎，下酒菜嘞、啊、你不喝酒吃什么下酒菜？你这话说的我竟无言以对。哈哈，到我了，我喜欢红烧肉。你又来了。小样还治不了你，我也喜欢红烧肉。肉哈哈，原来是辣椒包肉啊，有空。啊，真香啊。我的智商应该又抢了我的肉。哇哈哈，我的苦瓜爷爷喽。有人我也不原先我有生气。吃饭了，哇，吃生蚝最喜欢吃了。哎，没看到就一个菜吗？你吃了我们吃啥？我哦，是哪一个菜？来，哪个吃？表哥，你怎么吃啊？吃生蚝？好，完了，到底是犯了哪一个？不会我自己中标吧？有人，想阴我？咦，直接就当我不存在了吗？有人规矩都不懂，他也没走流程呢。就今天这个场面，谁敢跟我、这个肉一看就是个苦肉计，这个三根须一看就是虚张声势，这个三个 boss 在弄下，哪个经理是这样搞的？ boss 毛都没有啊，还不如选这三根毛嘞。胃还是这个胃，有人。肉应该在三个虚里头。选那碗，怕是有血光之灾哦。那我选这碗吧。肉，哈哈，你的 boss 在龙虾，怕是走丢了吧？你认识人吧？一共就三个。三个我自己都不够。真香！哎，是什么？啊！为什么会是苦瓜？你这个罪鬼，被我还追！有人。